荆棘一闪一切改变，也许有危险也许快乐在身边，小小芯片说变就变，一瞬间变化妙不可言，难分辨是是非非，天真假假总是无意无限，小小芯片魔力无限，一瞬间时光回转向前，机械力向着明天，我们穿越百万光年，遨游在宇宙天地间。奇怪，这里怎么一个人也没有？看来这是个死刑啊！受魔鬼芯片的指挥。浪费时间只会增加对他们的惩罚，看呀，小怪物别乱来。不不，这才刚刚开始。你的智商比我想象的要高啊。哪里，是厉害，给我安装的程序陷阱。我知道。哈哈，好可爱哦。这是什么动物啊，一跳一跳的，把我的眼睛都看花了。那就叫它跳跳虫吧。说不定是新发现的物种，我能申请诺贝尔奖了。啊，不好，它们是冲着我们来的。哎呀，快跑，快！有了，把这些该死的虫子统统烧死！不怕火，我一定是电脑虫，改变他们的电脑程序。渺小的原始电脑敢跟我魔鬼芯片相斗。快改变程序。糟了，我的小电脑不起作用。收场了，很刺激，不是吗？不能让他们这么痛快地死去。猫在吃掉老鼠之前，先要折磨他一会儿。妙极了，我喜欢这样的节目。请让我来享受这种乐趣。哎。
的爱好。阿切！小怪物，在救别人之前，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。我要头晕死了。不是要死的，他是好人，我不要他死。这年头，好人就得死。完全正确。谁有力量，谁就是好人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救他。博士，博士，噩梦，噩梦。好啊，小怪物，你竟敢不听我的话，我会给你苦果子吃的。释放电脑病毒！哈，我不要病毒！你忘了当初因为你不信，没给我装杀病毒程序。接我的嘴儿！小怪物，快停下！快停下！天哪，他身上的程序全乱了！哈哈哈哈绿孩儿，你怎么变得这样冷酷啊？善良本性哪儿去了？哼哼，我从前的善良是错误，今天的冷酷才是我应有的。好样的，在他们变成泥土之前，我先领你参观我的杰作。地球上金字塔破破烂烂，太可笑了，我的金字塔藏有魔法。魔法？就是形形色色的电脑病毒。阿切，阿切！让你们的魔法捡回去吧！那颗彗星正以每秒20万公里的速度朝这儿飞来，你们看。一颗迷路的彗星，那颗彗星就要和这儿相撞，你们也会粉身碎骨，变成泥土。变成泥土，变成泥土。扫帚星确实要撞上来了，再过5分钟，不，也许只有3分钟就要相撞了。住口！我讨厌你瞎嚷嚷。你害怕了？你说我害怕？裂脑魔王会害怕一颗小小的彗星？是的，我已经看穿了你，你的心在发抖，你的末日到了。可怜的老博士，知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吗？这是小学2年级回答的问题。你做梦也想不到，我的魔鬼芯片能随时改变噩梦星的磁场。改变磁场？不，你只能骗绿孩儿，我可不信那一套。只有最后30秒了。现在我让你们开开眼界 ，MMW 魔鬼芯片。算走远了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只要有魔鬼芯片的支持，我们脚下的噩梦星能飞到宇宙的任何角落，而且比光速还要快10倍。爱因斯坦早就指出，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光速快。魔鬼芯片用4维方法改变时空，这绝不可能。你满脑子过时的理论和错误的数字，勉强做个太空救生员还马马虎虎，要跟我争论，你的智商等于零。我让魔鬼芯片用光子计算机改变整个宇宙的引力，使鸡蛋型的宇宙拧成一根麻花。啊，魔鬼芯片真伟大。怎么样，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，我给你个好点的差事。我要报告总部，让聪明的地球人想办法改变魔鬼芯片的程序。还想跟我斗？可惜你那简单的大脑跟我不是一个等级的。再加上老年痴呆症。痴呆症，痴呆症，痴呆症。我先领你参观这个最大的金字塔。
让你了解我的伟大计划。我的生命只剩三分钟了。小怪物，你怎么了？快醒醒，最后编个程序帮他杀毒。看来不行，再换一种试试。这下我全好了。他就是噩梦星的心脏。噩梦星是活的？暂时还不是，但是日子久了，当魔鬼芯片为他聚集了足够的能量，他就能变成活的星球，能像动物一样呼吸，有中枢神经，有思想，有自主活动能力。魔鬼芯片就是他的大脑。整个太空就要大乱，我就可以乘机夺取整个太空的控制权。啊！让一块石头活起来，真不可思议。魔鬼芯片的能量无穷大，没有做不到的事。快离开这儿！嘿！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金属，激光也烧不断。还用说，跟我来。哦，对不起，借来用用。不行不行，万能电锯。进攻目标就是地球，因为地球人最聪明，是我统治宇宙的最大障碍。你想把地球毁灭？我还没想好究竟是让噩梦星撞击地球，还是让地球掉进宇宙黑洞。这多麻烦呢，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当然有，我还有30种预备方案。我不要，我不要被猎脑魔王杀死，我不要。太好玩了，原来这金属怕我的眼泪。一定是你的眼泪里正好有能够溶解它们的特殊物质。那我再哭。我们也到金字塔里去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秘密。这号码锁数字有100万。100万算得了什么，我一秒钟就能解决。瞧，多容易呀！啊！哎呦！啊！
空气里有一股腐烂的味道，像阴沟，更像坟墓。没错，就是坟墓。金字塔里有法老的诅咒，你进去都得死。那是地球上的故事，这儿不是地球，也没有法老，不用怕啊。嘿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像颗心呢。真的好玩，我真想摸摸它。别碰它，说不定有放射性。阿嚏！小姐，别误会。小姐，她管我叫小姐，这可真新鲜。管地球上人人讨厌的女巫叫小姐，这真是千年头一回呀。原来你就是地球上的女巫。久仰大名，我不是有意要打搅你，我是来找裂脑魔王的。呸！我们大王的名号也是你随便叫的。这镜子不错，留给我梳头用。这老太婆好凶啊！你真有眼力。哎，地球上的人都是照着我的脸画死人的。这对你称霸太空的计划是不利的，因为你需要尽可能多的能源。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更有趣的想法？我了解地球人，他们崇拜正义、善良和爱心，这使他们很容易上当。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弱点去控制他们。好主意，这样我就用不着花力气去消灭他们。只要在每个地球人的大脑里嵌入一块小小的病毒芯片，然后由魔鬼芯片统一指挥。好。
你身上已经有了恶魔的气味，就像白雪公主和她的后母加在了一起。没弄清楚，别急着下结论。